东方哲学，月阴日阳。月亮在中国历法中意义非凡。每逢八月十五，人们欢庆丰收，拜天祭月，祈福中秋。时至盛唐，中秋盛极一时，文人骚客踊跃抒怀，动人的神话传说为节日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中秋节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情感。同一轮明月下，阖家团圆，游子思乡，遥祝亲友分享美好，成为了节日的主题。跨越时空，超越民族，千百年来，中秋节以其独特的文化意蕴，承载着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愿景，与全世界携手共情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